109国的里程碑3050，现在乌云散开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太阳一出来就赶紧把太阳能板拿出来充电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200瓦的光伏板承载了多少，然后光伏板给店小二充电，店小二上面插了，看插线排，这还有一个老张的小的这个电瓶，然后这边充电宝灯，所有东西都是靠它了。然后昨晚上下了好大的雨，住在这个房子里面，现在起床收拾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卡子，早上把这个卡子蒸了，然后来凉拌，然后下面蒸的是米饭。老张要吃米饭，我要喝粥，好家伙，两个高压锅共同进行。美丽啊，早上怎么没看到你师傅呀？我师傅跑了，他跑到前面去抢我铁去了，他开货车今天。大姐都捡完了，我是怎么捡不到铁了？我说早上没看到那个捡铁的小伙子嘞。我们准备把这两天捡的铁卖给他，结果都跑了。我们今天捡不到什么好铁了，我们看今天能不能捡到什么好铁哈。这徒步减肥成了徒步美食了哈，因为有老张他们男孩子在，早餐呢、午餐呢就做的比较丰盛哈，又有干饭又有稀饭。自从我们队伍里有了老张之后，你看到没有？光盘在行动。哎呀，你干嘛？哎呀，我们准备收拾了，今天早点出发啊！好家伙，公路巡查来了，我们在这里扎营。然后他说，我们把他这个门撬开。那我们来的时候，这个门就是开开的呀。对，你不要这么胡说八道，如果反正不是我们来的时候就是开开的，但是不是你们住的呀？这是我们的全量值守房呀！啊，这就全量我们的全量值守房。我们走的时候给你收拾干净，没有人嘛，然后也没有东西。是因为没有人民，这是没有人民无法无天了是吧你？啊，这就是霸占嘛，是不是？纯粹是。什么叫霸占，大哥？我们马上走了，我们马上走了，这东西我们给你收拾干净。这个门也不是我们弄的，我们来的时候它是开开的呀。真的来了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对啊，大哥说要怕派出所。必须的，你避免不了的事情，这些都是。你随便嘛。哦，谁看了？我们收拾东西吧。你们待住啊！你们什么收拾东西？我们把东西收拾出来，房间给腾出来。你要报派出所，那是你的权利，好不好？ 你报没关系。什么？这是？就是我们在这边就是打扫卫生，你看。啊、嗯，我知道，我们一会儿给你打扫。我们走的时候给你弄干净。然后把这个锁就是弄成这样子的。我们来的时候，这个门就开着的呀。对，我们昨天逛了。你们也不要往什么地方就别去了。啊，我们不去，等你。行，我等你。我们先收拾东西，等着你。我们公园给你收拾干净嘛，大不了我们把那锁给你弄好嘛。但是我们没有弄你的锁。我们昨天上段时间就把那个弄得好好的，把门也敲开了，这边就随便住上，这边有几个徒步的。你不要这么瞎说，这门不是我们撬开的，我们来的时候门就打开了。他们就住下去，把门也撬开了。东西是我们的，我们要收拾。你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，我们把卫生给你搞好就行了呀。解释了，昨天我们9:30走到这里，我们是全程直播。九点半走到这里的时候，这个门就是打开的。昨天晚上9:30，我就下去的时候，这个门就打开了。哎呦，我今天上来这个地方就能住进去了。不是我们给弄的，但是我们给你换，行不行嘛？它就是一个荷叶片嘛，这个锁链子都在那里，就是中间一个片片，给你换个那个荷叶片就行了嘛。对啊，荷叶片你咋换？你咋换？你换现在换，现在还是出去。把这个门，你让我们先收拾东西啊！那赶紧出去喂！收拾东西，把东西搬出去，然后把地给人家搞卫生搞好啊！然后把这个门必须锁好，必须锁好。老张，你看这个像不像一个扫把？是个扫把，哎呀，这个像个扫把啊！
我们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啊？走的时候就是什么样子的。那大哥说里面还有床、桌子，哎，没有啊。然后这个给它锁住。哎，这玩意怎么弄呀？屋里面收拾好了，我们现在把屋外面的垃圾捡一下。你干嘛呢？他是不是上厕所了？还没有，他刚上过厕所了。然后这边这些不是我们的垃圾，我们也给人家收拾一下。现在把门锁锁上，开不了的。弄好了，弄好了，已经。就这样吧。弄好了呀，打不开了呀，卡住了。收拾好行李，准备出发。我们离五道梁还有37公里，能走多远算多远，最好是明天晚上能到五道梁。前方又要下雨了，美丽，走。会，哎，我们的前方还是蓝天白云，但是我们的后方已经是乌云密布了。出发了。